阿姨要我出来是要摕相片哇？什么相片？阿姨不是讲要替我把我妈的相片摕去付费？我袂记是咱的。王信汉，家己答应的代志，搁放袂记，讲话无算话。太衰啦！你刚好，我伫教阮妈有淡薄无欢喜。我甲你保证，我长期以后马上提相片去付费。煞煞去啊！我的代志拢无要无记，以后就免麻烦你。我不是你这样青菜塞心的人。没笑，要笑较欢喜的。拄只你的笑容，比哭搁较歹看。甲恁妈有淡薄仔无欢喜，敢是迄天恁妈去恁家恁哥冤家啊？阮倒一届无冤家啊。敢是因为我？是啦，早知影我就莫去恁家，恁就袂冤家啊。甲你无关系，咱两个来讲哦，无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，就算是阮妈嘛是同款，这点切你一定要相信。慢慢受点影响，知无？郭小姐，你哪来？阿姨，我是替先汉送物件过来，唔知道我敢袂当入去。李白，对呀。阿姨。啊，这个时间饮酒对身体不好呢，无怪信汉会对你袂放心。伊对我袂放心，伊即摆应该是连看都无想要看到我才对。其实信汉就要见你的，顶个伊甲伊要摕予你的提拉米苏写歹去，就马上走去买一个，因为伊知影讲你上爱食提拉米苏啊。看起来你就该姓汉了。我只是想要报答伊对我的温情。啊，不过你这个做法，未输跟那野路朋友同款，才会愿意替伊排解阮母仔间的关系。我讲讲唔对？我若是真正甲姓汉咧交往，我第一时间一定会甲伊讲的。我想要做恁母仔间的沟通桥梁，我一定要先得到阿姨的信任才会用的。只是讲，我到今嘛是唔知影阿姨真正的想法是啥，我唔知影要安怎甲恁斗相共嘞。信汉看人一向精准，伊会愿意和高慧云做公亲，就代表这个查某囡仔值得信任。莫迪卡，我会当借你实力，除了想破我甲信汉的关系以外，嘛会当了解信强今嘛到底是唔是可靠的人。阿姨。有一个代志，唔知影我敢袂当问阿姨呢？你讲，冬雨是我伫新发进前的同事，听讲伊即马伫百灵会馆做工课，唔知伊过了好无？你讲有去？下来百灵会馆拢是有头有面的大人物，有去已经大方，搁巧，袂去有人欺负的。看起来恁的感情真正足好诶，阮是比亲姊妹啊搁较亲的好姊妹啊。你放心，有我伫哩，伊袂去有人欺负。多谢阿姨。无我就无叫阿姨啊，我先来等啊。喂，稍等一下。你甲信汉讲，我无代志，而且我答应的代志，
真紧就会当实现。好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不是叫你莫来接我下班，送我回去。没用的，我爱较高面皮。我今只不是要送你回去的。阿伯嘞？我顺路。顺路？顺去倒？我要去送货。对，送货。阿你的货？我的货。陈子伟。你真正做袂晓讲白贼嘞！我耳朵无去啊啦，是我甲头家扭住的，你帮我找一下啦。你别烦恼，我一定帮你找到的。你想要创啥？阮大吼，伊想要带伊出场啦，啊，不过伊伫拒绝，所以阮大就派阮两个，想讲要带伊出去佚佗一下。原来是安尼哦，相片借我看一下。你创啥？哦。哇！我怕哦。你跑我们送啊！你跟去！这嘛什么情形啦？现在来正见笑。好啊，两位，我讲啊，卖去怕啦。两位啊，哎呦，好啊啦。哦，系啊，龙马你啊，警察去。我头都无哦，对不起，找到我两个老婆，本来找你麻烦，你紧走。你好怕干嘞，佮叫我走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跟起冲突啦？那是有甚物危险，想要安怎？我感到烦恼，你有危险。我先找伊等伊休困啊。你完了吧？哎呦，那怕到安尼啦！龙公。爱情的让人失去理智，我真正是安尼。好佳哉，伊们算成功。恁两个要较认真呢。陈子维若是受伤，一定要死。副总，欢迎坐。副总，我后盖加注意啊。你确定，把李冬雨送倒去陈子维身躯边，你袂后悔？我有搁较重要的代志。好。咱家底下联手出击，纪念一下，做伙饮一杯。手机啊，手机啊，提来啦，关机，卡边口高艾伦卡电话来扫兴。好，咱今日无罪不归，无罪不归，努力卡。为什么呀？我为你伤心，甲皱纹拢生出来。请恁姐啊，饮酒是安怎？哼！子薇，你伫遮做了敢无关系啊？
我倒来的时阵，算是空降部队，所有的老员工拢在给我刁难，啊，不过好佳哉，我真紧就适应嘛。你适应的能力一直拢足好诶。唔是，是我比我家己爱坚强，因为只有我坚强，等你回来的时阵，我才会当互你瓦壳。我就是一直安尼想，所以。我终身等着你回来。紫薇，冬雨，过去是因为我自卑，我把你煞予做冤家。我也准讲，安尼你会过了幸福的日子。我唔过，遐拢是我家己想、家己着的。失去你以后，我才知影，你是我上想要保护的迄个人。冬雨，我犹原是迄个会使予你、予阿伯一个家的陈子伟。今物我已经会当实现予你一个家的愿望啊！子伟，多谢你，你同款遐尔温暖，遐尔善良。我已经无同款啊，唔是因为我即摆做嘅工课，是我惊我已经无法度参照以前安尼，无条件、单纯的去爱一个人。我不要紧，我要紧。不要紧，我会等。不管多久，我都会等到去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我都会去接你下班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赖皮啊？因为我现在有高人指点。啊？等下在讲电话，我想来泡茶给你喝。惊到！你前间呢鬼鬼祟祟对着我后边创啥啊？我先把这衫替你抹的。这哦，挂在你的包包外口。这有十八摆呢，是你做的？这哦，是我的员工伊读国小的查某囝做的。我用三工的假哦，甲我的员工换的。啊，伊哦，若是有人家私底下要招你出去，你得把这摕出来。这用三工的假换的？你得甲人家讲，这是你查某囝替你做的护身符。啊，遐想要甲你算算，无想要负责任的查某人，一听到你有查某囝。就走到那背的，你敢确定？因那是不爱走嘞？因那是无想要走，那安尼你着，你着啊！你会使甲因讲，你有一个做警察的翁婿。哦，所以我即摆去找一个警察讲。安尼嘛是会使啊。哎，袂用的啦！你敢来会使跟我讲尔？Thank you.